免费的特斯拉开着就是舒服，只不过需要处理一些麻烦。同样是三个开关，造出的车差距咋那么大呢？又来人了，都知道是免费的，竞争真是激烈。他们还没发现我，接下来我就只需要在这儿等着，就不信他不救队友。哼！呀！哈哈，知道发生了啥吗？究竟是咋回事呢？看，这人枪口朝天，明显是顶墙了，只有前几发打中了我。这枪看造型就知道了，就是 AN94， 这枪不管在哪个游戏里都超级强，这里应该也不例外吧。真的吗？三个开关，两个在二楼，最后一个在一楼的这个位置，在反面，藏得真够隐秘。免费的特斯拉到手，先看空投箱。哇，三机甲好评， M24 可以带走，也就是说总共有多少个工厂就有多少辆免费特斯拉，这次还真的挺良心。嗯，有人开枪，找到了，他们好像没发现我。这俩人什么情况，连耳机都不戴，炸到眼前都没反应。遇到这样的对手，证明我跟他们是一个级别，不是吧？杀！这皮城的变化简直了，他老爸都认不出来。嘿，皮城人民不友好啊。过去，别打了，我都没血了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杀回来就完了。人不见了，跑得倒很快。有了这自动驾驶功能，一个人也能摇车了。有人，这情景莫名感到有些熟悉，好像刚刚经历过，车都给我打冒烟了，坚决不能放过他们。哦，用高倍镜的时候总是断错。针对这一问题，我把开镜换成混合。近战长按开镜，远程点击开镜，问题即可彻底解决。想走，留下来吧。新弹夹太爽了，50发子弹，堪比减配版大菠萝。他想从仓库里面过来打我，如你所愿。走，下一位。这什么车皮啊，我还没见过。来车了，哎呦我去，死得太突然了吧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拜拜。